间，哎，还是这间，这间好了，那这间呢？说你昨天去干嘛？昨天，哦，昨天就加班啊。我不是说我加班加到很晚。可是你的同事拍给我说不是这样啊，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还现在还想要骗人吗？我同事拍给你什么？你同事拍给我说你跟别的女生走在路上。所以你现在就这么不信任我？你比较相信我同事？比起信任我，你更相信你的我同事？我就跟你说我在加班。啊，是怎样加班会加到跟女生走在路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跟你好说的啊，你现在就是不信任我嘛。我同事随便拍个照片，你搞不好不是昨天啊。吼他，吼他。那既然我可以不信任你，你就要做到让我信任啊。对不起。为什么你在哭？不知道，就觉得你很多话都不会跟我讲。我哪有？我哭了，讲一讲都想哭。你不要你，我现在是已经想哭了。跟我讲，或是跟大家讲，都是讲的比较表面吧，就是不会对我讲。没有，但没有，但因为我就摩羯座。就是算你是摩羯座，可是你还是会对你可能好的说吧，但你都还是不。没有，我会对我好的说，但久了之后就觉得说算了，反正你也不会讲，那我也不要跟你讲，然后就会觉得我们就越来越远。我有时候也觉得说，你有时候有事情，可能你会选择跟马尔琳讲，不会跟我讲。但没有，那是因为你一开始先不跟我讲，就但其实我这没什么事情啊，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第六感。可能我觉得我需要消化吧。就像你之前说什么，我对你忽冷忽热。那我就觉得说，还不是你自己都不讲，所以我才不想讲。你现在忽冷忽热，那是你现在忽冷忽热，我就觉得算了，好，随便，就不要都不要讲了。不是，打架。所以你要对我讲了吗？当时我对你讲。好。其实一开始就是我跟你超级好了嘛。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年纪又很像，嗯，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好像什么都可以跟你讲，因为，哦，我也快哭了，因为好像就是你都会就是帮我分担，不是，哦，没有，不是，就是帮我解决这样子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，就是我就可能会就觉得说。就是有点插不进你跟马尔琳之间，就是虽然我知道你们两个友谊跟我们两个友谊是不一样的，但有时候，就是我就有时候会觉得，这感觉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我不想要把这件事变得很大，或是我觉得有必要出来跟你讲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友情是你们友情，啊，我们友情是我们友情，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事，就我其实也不想拿来比较。我觉得你对我很重要，就是有可能我个性就比较不是一个会一直表达内心想法的人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很会表达想法的人，
因为可能我想的跟我讲的，就是我就讲不出来我在想什么。嗯，对。但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有事情，你也可以来问我，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不跟你讲这样。剩下的是我们自己回房间再处理，再打架。